开始 ，Pokémon Trainer 旋转转盘来局，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Arius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Yoga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Zekrom。Dialga。派出神奇宝贝，设定按下，再如上吧。Mewtwo， 一秒钟，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了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示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打中要害了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我的菜，哇！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。超进化机会，将破给成功，超进化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技能，看右边，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敌人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这是补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2、3、4厉害，是高级球。这是成功捕获究极级别的神奇宝贝了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，传送结束，取出 Trader 吧。 Insert Points 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
那么就让这只神奇宝贝逃走吧。下次再来哦。